ACSI 动物犯罪现场第二季。妈妈，我们要去坐小火车，你们去玩。妈妈跟阿妈在这边照顾 baby。我的孩子怎么变成这样？乔治跟玛丽跑去哪了？你的两个孩子现在在我手上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看我带来什么回来？是那个机警察的两颗蛋呢、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怎么料理好呢？煎蛋吧。不要啊！我不要伤害孩子们。我的意思是，把他们两个当成人质也不错啊。你这样说好像也有道理。那这两颗蛋就给你照顾，我要去准备跨年直播了。两个可怜的孩子，虽然我不是你们的爸爸，但我一定好好照顾你们的。哥哥啊，我可怜的孩子啊！他们也是我怀胎四个月生下的，竟然落入坏人手中。那个孩子再生就有了啦。那个，你其实不用勉强安慰我的。喵，记者现在在101高塔前，距离2087年还有几秒钟就到了。倒数，5、4、3、2、1。Happy New Year！ 我是你们最讨厌的蟑螂。一直以来，我们蟑螂被视为肮脏的生物，被迫只能在黑暗生存。为了反抗不公不义的社会，那些跟我一样被遗弃的人都欢迎你们参加我的料理实境秀《炼狱厨房》。规则只有一个，料理必须使用动物肉。报名专线0800577577，0800我气气我吃吃，我气气我吃吃。没办法，这次电话会传到海外，跳来跳去的无法追踪啊。可恶的蟑螂，你到底想把世界搞成什么样子呢？喜欢影片的话也请按赞加订阅哦。本周的赞助小可爱有安妮君、超时空针脚、我爱冰妹好多年心、大奶心、可爱的可纯真、恒宇水踏之家、水上扛把子、鱼之国国王陛下、基米许。加入订阅，每月只要200元，你也可以成为赞助小可爱哟。